上级指示我们，目前形势非常复杂，让我们及时调整斗争策略，通过这次的学生爱国运动，激发起全民的爱国热情。好，尤其是要给摇摆不定的宋哲元以压力，让他坚定抗日爱国的立场。大家都明白了吗？大家分头行动吧。好。武强同志，你等等。我听说中国大学的宋玉泉同学被捕了。是啊，我们现在正在设法打听他的消息。这是一个信号，要让同志们引起高度的警惕。嗯。宁为战死鬼，不做亡国奴。看来明轩兄依旧是雄心不改呀。这是军长在喜峰口大捷后写的条幅，被多家报纸登载，成为传颂全国的壮语啊。现在不行了，听听外边学生整天喊什么呢？打倒汉奸卖国贼，反对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，这明着就是拿我当汉奸看的。我现在是当兵的遇着秀才，有理说不清了。学生闹事无非是不想明轩兄成为叶汝耕第二，是担心您会投靠日本人。笑话，西风口一，我二十九军歼灭日军5000余人，日本人恨我比恨老蒋厉害，我能去投靠日本人？这次咱们利用日本人和老蒋之间的矛盾，为二十九军找到了一个立足之地。坊间有许多的传闻，流传最多的就是明轩兄你要和日本人共谋华北五省自治的谣言，就是那个所谓的华北王。您当时大骂老蒋的话，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。我现在还这么说，谁要是相信老蒋抗日，他就是傻瓜混蛋。每每作战，老蒋为了保存他的实力，让我们去冲锋陷阵，消耗我们的实力。比较起日本人来，倒是蒋介石更加希望我们二十九军垮掉。哼，我已经通知下去，18日正式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。那些学生再敢闹事儿，我就给他们厉害看看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秀才遇见兵。开饭了，开饭了啊！宋权是谁啊？我。嘿，长得还挺俊的啊，不老老实实读书，你跑这儿干嘛呢？我还想问你呢，是你们平白无故把我抓进来的？嘿，他挺横的，老实待着，先吃饭。啊，都别把身子裹饿着啊！实不相瞒，菜呀不错，豆腐汤丸子，啊，都吃饭吧啊！吃饭了。哎哎哎，老妈想什么呀？吃吧，不吃身体会垮的。韩连长，我把我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你了，你可倒好，一有时间就溜号啊。英主席，咱们说话得凭良心，你哪次遇到危险不是我帮你化解的？要不是我，你恐怕早就没命了。这么说你溜号还有理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这人吃的是五谷杂粮，哪能不生病？那你的意思是，我生了病还得硬撑着，不看大夫会死人的。大哥，你说我说的对吧？宝顺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去，外边等着我去。大哥，我在外边等着你，你快点啊。侯队长，你是让他来给我当警卫的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照这样下去，我这条命早晚丢在他手里。这家伙毛病确实不少，但是他的优点也很多，比如说他忠诚、机灵，还有一手的好枪法。忠诚是对你而言，对我就不一定了。哎呦，我的人就是您的人，您打他骂他，怎么使唤他都行。他要是敢犟嘴，你就告诉我，我拿他试问。您明天早晨不是要去北平喝您外孙子的满月酒吗？
我来给您安排，绝对不会出什么差错。但愿如此。我已经派人打探过，宋玉泉现在还在监狱里。不过从现在的迹象看，没有出卖咱们。小宋是一个很有追求的年轻人，对未来充满着抱负，值得信任。哦，另外据可靠消息，殷汝耕明天晚上会到北平喝他外孙的满月酒。这个消息很重要啊，是个机会。不过你们要小心，我建议你们先到实地去看一看，再做决定。去吧。大哥，那王八蛋没给你去找吧？我早给他颜色看看。胡闹！我还用得着你给我出气啊？想杀他的人多着呢，犯不着脏了咱俩的手。当初跟着他，我是为了我手底下那一万多弟兄能有口饭吃，否则我早就跟他分了，耐着点性子。大哥，我听您的，以后在殷主席面前收敛着点，别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的。毕竟他是主席，你就是个警卫连长。这个我懂。明天早晨，你带几个兄弟，早点进北平，到他外孙家周边去看看。这回千万不能再出什么差错。知道了。被别人盯上了，你怎么回事？我是学生的头，他们搜到了我的共产党宣言，他们手里有我游行示威的照片，就一口咬定我私通共党。你只是个学生，参加了几次游行而已，他们要是再审问你，你就咬住这一点，千万不要改口，这样他们就不会把你怎么样，否则就会挨一个通匪的罪名。参加游行的人这么多，法不责众。你要是有机会出去了，想办法告诉刘永祥，就说我老江对党赤胆忠心，死而无憾。只是我想起我的老娘和我那媳妇，心里总是酸酸的，不能在老娘面前尽孝，也不能做一个称职的丈夫，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。如果你出去了，就把这封信按上面的地址交给我媳妇，如果出不去就把它撕了，因为她会连累你的。哎，齐活，海威，海威，嘿，怎么样？嘿，像吗？吴红玉，嗯，合着这就是你想出来的主意啊？啊，怎么了？我们俩假扮警察，啊，再弄一个什么假命令之类的，一去直接把人就提出来。你以为是小孩过家家呢？哎，你看你这身衣服，我都能看出来是假的，你拿什么去蒙警察呀？我说什么来着？老早他找我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了，这戏用的警服跟真的警服差好多呢，就是不听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别跟这儿瞎起哄。什么叫差好多？你看看，这叫差不多。再说了，这黑漆麻糊的，谁能看得出来？你当警察局是什么地儿啊？说进就进去啊？不说了吗？还有一个伪造的命令呢。啊，你让世杰穿着军衔高的，这个警察一看他，一定就是长官。一看长官，立马把人就给放了。我还大官呢，才女，你看我像大官吗？哎，长官，我看你像跟班。你别忘了，咱戏剧系啊，还有化妆系呢，不是？你看，他就你这形象，啊，哎，换个眼镜，再贴两撇胡子，
然后再稍微的捯饬捯饬，这不就像长官了吗？有什么难的呀？我求求你了，这个事儿我还是不干了，还是你来吧。我有你那身材，我早就来了，还用你啊？行了行了，别开玩笑了，我是说真的。你俩如果这样进去，被发现了怎么办？如果一旦被发现了，那就只能出绝招了。看见没有？那就只能是白豆子进去，红豆子出来。这深更半夜的，你们又折腾什么呢？我们排练戏剧呢。这正事儿怎么了？没瞎折腾。你还能有正事儿？真白亮，我怎么就没正事儿呢？当着别人的面，稍微给我留点面子。世杰又不是外人，还不知道你什么德行。是啊，世杰是不是外人？除了世杰，不还有别人呢？刚才同学说贼已经到了家门口，可是我看到的是日本人的枪已经架到了我们的门口。你好。啊，天不早了啊，早点回家睡觉了。哼，走。哎，没事儿，没。来，起来，走。来，等等，我给他的兄弟道个别。有什么话快点说，外边等着呢。他们要把你押到哪儿去？兄弟，我走了，你多保重，一定记住我跟你说的话。别废话了，快走。哎呀，他妈的，这警察也太不仗义了，对，上路了也不给口断头饭吃。还断头饭？连个判决书都没有，这要是确定我是共产党，肯定是死罪。如果你出去了，把这封信按上面的地址交给我媳妇，如果出不去就把它撕了。老姜，对不住你了，我没有勇气把你这封信带给你的家人。得空过来了，那老东西，他们家侄儿的孩子今儿过满月，让我过来先布个房。这不，我安排好手底下的弟兄，就直接奔您这儿来了。这会儿你们家主席还敢来北平啊？这不还有我呢吗？再说了，他来不来北平还不一定。那个人一会儿一个主意，即使要来，也得等到天擦黑了。那还早着呢，你呀赶紧的办上。我这几天老是一个人唱独角戏，没个搭档也不过瘾呢。我这不来了吗？说吧，唱哪一出？西厢记。得嘞，那您就是那小姐，我就是那张生。小姐请稍后片刻，小生前去更衣，速速回来。奴家还是与你同去好了。走着。你这个计划呀，简直就像过家家了。别说是救宋玉泉，连你自己都得搭进去。都跟你说了，是异想天开。是啊，红英，我早说这样不行。虽然这个想法有点幼稚，但是你这个勇气还是很值得佩服的。啊，哎，海威，听见没有？还是刘老师英明，勇气那也是匹夫之勇。没错。刘老板，好。啊，我有客人。刘老师，您先忙，再见。啊，那我们走。好，再见，刘老师。好。
地方高楼林立，根本无从下手。在大门外，有没有可能？大门外戒备森严，再加上殷若庚吃过那么多亏，更难下手。可惜啊，多好的一次机会。走。看什么呀？进去啊！走。哥，林夕，你怎么也会被抓进来的？混世魔王，在他面前没有撬不开的嘴。你们看看他这一箱子工具，是专门做人体解剖的。这把小刀可以轻而易举地划开你的皮肤，然后再用这个小钩子，非常简单的就能找到你身上的经络，然后把它抽出来。你要是不信，我可以让他给你做个试验。你们这是刑讯逼供！我告诉你，我不怕你们，有种冲我来！别激动，还轮不到你来充当这个英雄。今天让你来，只是当个看客。看到了吧，我可不是在跟你开玩笑。说吧，胡红月，他是谁？就是上次在教堂被你们抓的那个人。你在跟我开玩笑？妹妹，咱们被这小子害得够惨的，他把我们害惨了。局长，局长大人，我说的全是实话，千真万确，我发誓，不然你把我们俩都砍了。你来了。掌柜的在吗？在，在等您呢。都到了啊！坐坐坐坐。刘老师，憋死我们了！不行的话，咱们干脆跟他拼了算了。你这是蛮干！坐坐坐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他们已经宣布稽查政务委员会要在18号那天成立了。同学们，你们的心情我理解，千万不能悲观呢。越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越是要保持冷静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，上海、武汉还有南京的总工会纷纷来电，为了配合我们北平的学生运动，他们要举行大罢工。太好了！还有，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将以不同的形式发表声明，给南京政府施压。虽然现在形势很严峻，但是希望还是有的。18号的行动一定要安排的缜密，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。我建议呢，
同学们可以分散着离开学校。我的意思，你们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我们都听您的，刘老师。我已经表明过我的态度，你还来这一手，不是自找没趣儿吗？嗯？你看，我这还真不是行贿，我只是想说，宋家的大公子和他们家的外甥女，跟共产党真没有什么瓜葛。有没有瓜葛，由不得你说了算。不过，看在你我的份上，人马上就放。哎呦，那我带那俩孩子，谢谢您了。等等，我没说把他们俩都放了呀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宋家公子可以离开，那个小丫头林夕，我可说了不算。哎呀，我的曹大局长，哎，那小丫头，相比较而言，对政治那更是一窍不通啊。您高抬贵手，把她一并放了得了。她不懂政治，你也不懂吗？那姑娘是政府下令抓的，上峰未下达命令之前，我怎么可以随便放人呢？而宋家公子就不一样了，他是我亲自抓的，抓人的权利在我，放人的权利自然也在。哎，曹局长，行了，这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，请回吧。曹局长，您肯定是搞错了，我弟弟你也见过，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？我办案从来不用假设，我这可是有证词在手。再说，那天在教堂，你弟弟也是当众承认他是共党啊。哎呦，这您就错了，那天你我都在，他站起来只不过是想解手而已。哪有这么蹊跷啊？那天我是要求领头人站出来，然后他就应声走了出来。我跟您说了，他只是想解手，谁大白天的承认自己是共党？这不脑子进水吗？我是看在你我同为政府官员，你应该理解我曹某的苦心。今天我特意过来跟你打声招呼，以免你对我产生误解。曹局长，您这可是逼人就范，别忘了，这狗急了还会跳墙的。我吴某虽然是一个区区的代理副局长，但是我成事不俗，败事可是有余啊。我想您的从政之路上也不会一点污点都没有吧。你是在威胁我？哎，不敢不敢，我只是告诫，告诫。好吧，同为政府官员，我就给你留个面子，只要你弟弟能够指认出哪位是他的幕后指使，我就可以不抓他。你小子要小心了。哥，你怎么净跟这帮人打交道？他们要干什么呀？他们，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。你一天到晚在外边惹祸，还不是我给你在后边擦屁股？我又怎么了？我，我不跟你废话，你现在马上离开这儿，直接去法国。什么意思？轰我呀？你再不走，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可帮不了你啊。哎，哥，我可以走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，你不跟那警察局长挺熟的吗？你跟他说说，让他把宋玉娟放了。他一放，我马上离开北平。此话当真？一言为定。好，我回头就去，你赶紧走吧。哎，说好了，我走了。
样子，这次还是帮不上忙。看样子你这回真猜错了，人家说帮我们通融通融。你真的太棒了！说吧，怎么谢我？你说怎么谢你？这么着，晚上一块吃顿饭。想法还挺多的嘛。嗯。说吃什么？吃什么？豁出去了，我就破费一回。你说吧，你是想吃灌肠还是卤煮？这也叫破费啊！再见。哎呀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自己吃去吧。哎，我是问你吃羊汤还是吃肘子？可高兴了，过足了戏瘾。你还不是一样，自打我来到这儿，你就没停过。可不是吗？不瞒您说，这空荡荡的一个家，就我一个人，能不孤单吗？要不然干脆，你跟那位行长分开，跟我搬到通县去住。那样的话，咱俩天天就能在一块儿，怎么高兴怎么来。你说的容易。就你当连长的那几个响爷，能够咱们两人花销啊？我那口子虽然有名无实，只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把我接过去。这应景的事儿一完啊，就跟他那个小姨太太泡在一起。可不管怎么着，这每个月的花费可是短不了的。我看你就是舍不得他，为了两钱是活寡，值当吗？我这不是有你吗？再说了，我这倒贴我还没说不乐意呢，你倒嫌不情愿。我是真心实意的想把你娶回家做媳妇儿，我自然不希望你跟别的男人有什么牵连。你等我哪天发达了，我指定拔台大轿把你娶回家。成啊，那得看我的造化了。这是要走啊？那边天黑之前我就得到，我得过去支应着点。哎，你不是说不怕他吗？这会儿怎么又紧张了？我怕他个屁！是我大哥说的，既然跟那个姓殷的同坐一条船，就别弄得面子上不太好看。那你可小心点，遇到事儿啊，就往后稍，别一个劲儿的逞能。放心吧，我走路都靠着墙边走。子弹打不到我身上，走了。嗯。进来。先坐。现在可以走了，回去以后代我向令尊和令堂问好。令堂为了救你可是花了不少心血和本钱的。这么说你放我出来收了我父母的钱？问那么多做什么？回去以后本分一点，别再惹是生非了啊。那你为什么那么对待我妹妹？为什么那么逼我，还让我勾出其他人来？我那都是为了你好啊，让你知道你们这些个孩子别以为自己有多能耐，在关键时刻没有一个能撑得住的。既然啊，命就一条，没了也就没了，今后别再听那些共党蛊惑，以为什么人都可以成为英雄。
黑壁无耻。他的照片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把你放出去了，这个坑总得有人填吧？那我供出来那个人呢？你是说吴红运？告诉你，证据不足，不像这个丫头，人证物证俱全。不是证据。等一等，你是高海威吧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哎，等一等，哎，你们快过来，站住！别走！带走！哎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什么？我们在执行公务，请你让开。你们想动他，除非先杀了我。找死吧，小姑娘！好啊，那你就开枪啊！我放！带走！我放！哎，不能让他把人带走！快，同学们！包子都什么馅的呀？先不用。是啊，还真有意思。哟，孙雨辰，你还真出来了。看来我哥挺守信用的。今天中午我跟海威一块照顾我哥呢。你不危害海威的名字，你这个叛徒、小人、王八蛋！我说宋玉泉，你这疯狗啊！我好心好意把你救出来，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还想着能救我？你是巴不得让我待在监狱里永远不出来吧？这事儿是真的，他早上还拉着我一块商量，准备劫狱去救你来着。劫狱？就你们这样的，还想着劫狱？哄孩子吧？怎么说话呢？你这是时间，甭跟那一般见识，以后再被抓进去，孙子管他闲事儿。哎，没错，你别走，今天这闲事儿我管定了。怎么着，宋玉泉，你还没完没了了是吧？你为什么出卖高海威？你说什么？高海威他被抓了？海威被抓了？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儿？不是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就跟我演戏吧，你是你把那照片交给警察局的吧？宋雨泉，你知不知道你自个儿在说什么？我亲眼看见的，你拍的高海威的照片就在警察局的办公桌上，你还想抵赖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不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，反正这件事儿跟我没关系，跟你就是有关系。难道那照片会自己跑到警察局的办公桌上？还有，就是因为你拍那破照片登在报纸上了，我才被抓进去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，我现在就去找我哥对质。如果要没有这事儿，回来跟你没完！干嘛去，红运？怎么回事啊你们？韩连长，你可是回来了，殷主席马上就到。你着什么急？
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把他的照片交给警察局局长？什么照片？高海威的照片，他现在让警察抓走了，他是我女朋友，你知不知道？哦，我没想到是这样。是，照片是我给的。为什么呀，哥？啊？为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给他们呀？为了你，你被人出卖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必须给你找个替罪羊，要不然曹局长就要把你抓进监狱里去。我是你哥，我怎么办啊？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我眼皮子底下把你抓走吗？他被抓，只能是运气不好，自认倒霉吧。哥呀，我现在巴不得抓进去的是我，你知道别人怎么说我吗？说我是汉奸，说我是叛徒。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正是因为我是你哥，我必须这么做。好，哥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你没我这个弟弟。情况吗？宁老就放心吧。我把这守卫的跟铁桶一般，就算一只苍蝇飞不进来。那地方有人手吗？再放心吧，那儿对您构不成威胁。我认为有威胁。你想找死啊？你干什么的？来救你，快走！让开！我杀那狗汉奸！别胡闹，快走！明年了，去楼上看看。是。怎么样，孩子好吗？好，有福气。小点声，别吓着孩子。大哥，坏了，故意入侵进屋，坏了！别跑，别跑！站住！你受伤了，快走！他们就凭着一张照片抓人，也太嚣张了。他们现在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伯母，您别着急。伯父不是29军张自忠师长的副参谋长吗？啊！让伯父出面，他们就不敢拿海威怎么样，一定会乖乖放人的。你说的对，现在几点？电报局应该还开着，咱们走，快！您是高海威的母亲吗？我叫吴红玉，我来是想跟您做个解释。你就是吴红玉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的女儿？我没害她，我想您别听信别人的一面之词。我岁数不大，有自己的分辨能力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回来了，木森，你受伤了，快先进去，快走。老李，上哪儿了？让我看看来，坚持住啊！还好，还好。
离心脏还有四五公分，如果再近一点，你就完蛋了。就是因为你，我要杀了那老东西，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杀他？傻丫头，刚才那老君的院子起码要300米，你的枪射程有多少？我最多也就能打200多米，杀得了他吗？那不是去送死吗？我要是晚了一步，也就被他们堵在那牢里了。我宁可死也要杀了那老东西。够了，就是因为你，老李才受的伤。你有没有脑子？你要杀云如刚，你现在就可以去，你拿着枪现在就可以找他，你杀得了他吗？